那你忙你的吧。哎，好的。嗯，行，好嘞，来，来呀。好。哎，孙子。爷爷，爷爷。呀，哎呀，叫爷爷了啊。不行不行。哎呀。爷爷，我要看动画片。爷爷，我要吃薯片。好，咱们吃薯片，看动画片。好好，走，跟爷爷走啊。哎，滚回去。红叔，红叔，干啥？孩子不能带走。说啥？孩子不能带走。我怎么不能带走啊？小萌不让你把孩子带走。小萌不让带走就不带走啊？这是我孙子，我想带走就带走。婶儿，清明啊，小萌跟你咋说的？红叔，我跟你说，小萌是两个孩子的法定监护人，监护人不让你带走，你就是不能带走。哎呀，别跟我说那些名词儿，我不懂。我就知这是我孙子，我是他爷爷，我想带走就带走，谁也拦不了。你起来！哎，你不能带走！你在干啥呢？你别吓着！你把孩子放下！我怕，我怕！你起来！别吓着！干啥呀？你把孩子放下！我就不在！我让你把孩子撂下！我凭什么撂下？不让你带走，有不让带走的道理。放下！没有什么道理，我不放。我说带不走就带不走。那你就试试，我孙子，我想带我就带。试试就试试。怎么的？清明，关门！关门！快去！没事，别吓着孩子！哎呀，没事！孩子，你干啥呀？这是啊！你吓着孩子。死老头子，你还不快走？哎，走！那清明你还见棺材门，你快走！等着，爷爷我会回来接你的。快走！别管，等着。不走。你等着。哎，完了，亲，你等着，我记着，我跟你没完。你们干活去吧，没事。散了吧。来，啊，没事。哎呀，这一天，来，老爷陪着玩。来。